中露出真面，有一双手紧握，无名高手，五军罗侯。传说中的枭雄，在西武林遭受挟天御武肆虐之时，与三名兄弟联手诛灭挟天御武，拯救西武林，其后创建天都，统帅万民。龙阳木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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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也带来另一个暴政，让武林陷入战乱。最终被当时的天下风刀之主刀无后以隐神刀所杀，首级封在月图圣地千苍冷雪之中。随着灭尽邪灵之首佛业双生再现，罗侯旧部暗影赤手等人也为让罗侯复生与佛业双生缔结同盟。今所罗侯重生，无分主令受境合并，我没让罗侯当兄弟。你只要改封罗侯，便成为最伟大的罗王，任何人包括那个罗金都必须依赖你的眷顾，渴求你的爱人。受到罗王顾惜，但愿心胸不服，进入千重流雪红颜之地。这就是罗王的修行。月族公主丹莹因私心铸下大错，盗出罗侯首级。熊公公，难道是永安神鸟自东西亲手缓缓打出，一时无意不见面容？但罗侯仍是成功复生，宣告天下在先战火。我的父亲唯一之身，西蒙龙大，满目金香滚翠。哇！再度苏醒的罗侯，首要目标便是报复月族长年禁地。相救，我出禁地。我之相救，你何必？无名。我的东西都消失，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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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极人平得破碎，好将一名勇者在西游各处是最大的侮辱。在路上作行，官方武器了一座一代国旗。银河林中银幕降临，一人去了行行进会。武境再现天都，罗侯转而针对天下红刀一血前耻。银河红刀惊天地死，追了既然细都阴气狼尿，过来速回机枪。罗侯四中虽是丁将国秀，却被困在数枪之内，无法动弹。雕高龙心尿，就其阴枪一瞬，连破完全突围。数枪一个，读书。罗侯回返天都，却听闻围杀天下风刀失败。为何这回要救起英雄，而且不愿意等我当主？我想要
幸福红都进房，一口来了不明的枪，今日幸福红都之阵，你为何插手？家中是玲珑宗族，你进入就是何？威神天都有着别之地。此时天下风刀主席刀无极联合素还真青衣传奇等势力进攻天都。无雄新手不会枪毒，我不敬是要枪毒的这后劲，心情一进步祭毒毙命。素还真与青衣传奇发动混沌之力力搏生机，相连再亏混沌之力分红都干部呼吸停。好，若有多些疾病，定是一流特工，尽下必修无敌之力。哦，军军增兴国。哦，多起速路，平山金河，破锤虚空。哦。素还真潜入还击，拜拜拜！用三风一下一阵，终究失败。出师路修，不如改变路修。你毕竟是还真，利用人性是最直接的方法。不久，天下风刀归降，提兵募军，都无极亲自上来防守，要横天都，想以财路困万路，要为武军争前之苦何人？依旧困万路，以敌之前之路人，应告不出。当年咱兄弟得意时的心，伊见证了咱一切的一切，见证咱东兴永岁兵。罗侯得知其为昔日结义兄弟君凤卿后人，对其照顾有加。你，我要我的。你好好休息，我已再来看你。不久，君曼禄出身的明刀神方被灭。罗侯带君曼禄前往吊祭义父，明刀神方之外，天下风刀利用此时机围杀罗侯。就在此时，明刀神方作行两波攻猛刀势。君曼禄，东侧袭击，马勇分心施力，用情刀气灌入罗侯体内。你的胸口又老黑了，我替你机会，这不就是猎物的吗？是，那你为何要这样？这样保护我，照顾我，红青，你是为无还回过的人，但是不管，不管你背叛了先祖。你并无依照一所制定的天都制定来治理天都，太多人想将我推入这路一地，当反抗的声浪一波接过一波，为做事情成为事实，是一名为了寻求报应，而牺牲了十万无辜的部军。母亲，你可知这个历史？从无记载过你兄弟的功勋，不管多少，如果这是我之兵器，
那我就不能王道西明。不困。你以为公文了吗？你可以当手炉，你早就在路红砖，你要做什么？你我不叫红砖，我叫亚林。为了我做世界英雄，为了外乡的，我爱你保证你的安全。可以。多谢你。可好将你好不好？作为最后的纪念。好吧。最后如有心中一片宁静，详细计算今天救援就此了断。无言语就眼神的高飞，无后悔就道路的苦体，压迫心中不平，唯有几次修魂红莲开团。有些武官已经死了，是死在被篡改历史之下；那些老朽也死了，死在红砖那一枪。这三段人生，你可以决定你该怎样做。罗侯与丰秀主人的会谈也改变了罗侯早因君漫路与皇权而动摇的想法。邪灵大军压境，迫使天都余众归降。雄鸡苗英吉勾王一教归航，这就是外回的很欢度要不命为之巨，竟是罗侯在线救下皇权。卢兄，你可休息？你救救不了。几次救，几根都有，缓缓地救，看似轻描淡写，谁将将一路，体弱功能，正扫平原，是红金龙，转更气流，雄浑不平，下令一天号红刀金帽，专按西凶苍狼。星河地动。哎，武棍红砖撑不住。你将我这车进入文天的机台。之后，素还真为灭佛业双身，拜访罗侯，是专用的用具。让你认为你可以安然来去，所不相信，所以多次相信什么？相信武棍会在最后关头损毁那最原本的初衷，以为鬼头苦强，我可以温柔你。都下不困，我即相救，大出进退；我即相救，进了非礼。无名如熊，引进土豪东西。罗修欢迎不救，顿时消失，兵肉转身。
手足一致，老朽感觉时山正开始吸入自身元功，何完手艺，以雄势根基，奉献现金吸入之力。天劫再现，不是小红神鸟，就握现金之源，扬长之气。现金。多谢武官协助。之后，罗侯更约战问天敌，替正道削弱邪灵力量。我来见金的金传授，我将终结罗侯心威。再问一些无法，气已经无法。天之骄勇，有你羞耻，也生于我修好路。破山传魂杀戮，无可震撼的威灵，在天界染上一道血痕。什么神，什么鬼，想战胜我再说吧。多想。攻势冲锋，顿时一片迷蒙。罗修，走，如今到此，又要习惯，追求重生。罗修，罗修。咱有机灵的机会，罗侯与邪灵之间的恩怨也将一一解决。之后，爱护女荣为完成邪灵大业，向罗侯讨取当初帮助复生的人情。我以为行动，我不动摇。三天后，我再接到天官等一秒。重视科密合密之局，短时间东京天下，三大魔头也同时降落。叶圣心魔棍如球，同时催动九纹之力。在国业双身兼济之下，境界合一的压力尽数转嫁罗侯，造成罗侯功力大增。想要我再受力尽一试吗？今小看罗修了。我只行动记得。哼，你小心，只是今天好顺贵多，你死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中。我必错过一次次杀你的机会，这个机会可能要真久真久的等待。纵使口中威胁话语不断，但两人亦师亦友的知己情谊仍是无法断然斩断。不久，刀无极寻求罗侯帮助，希望联合罗侯之力消灭佛业双生。真可能是你最想要的一件，你不能来。也爱不和班段。妖氏浮屠之外，四强会战，罗侯对上天池极夜，刀无极牵制爱惑女龙，拿出剑，我只想求天老庇庇，无名罗雄，无天小刚，啊！可以在罗修面前夸口。
分红端破重用冲着星空串联天地，这是张天之中春天中星棍。西北风，下力集中，灯条路好，张短木行，啊！延吉，哦！可以，高叶相信正勇悍如斯。如是为正派，上无第二次。这个地方，我想必须大武棍前往。嗯，都急于解除去漫路背负的挟天玉武诅咒为饵，邀罗侯前往藏龙壁。这灰娘纵容撇穷，这现在都有眼前的是最难忘的对手，挟天玉武。若有上不的朋友，不要继续人工之道。多无敌，修理高最昂，我惊人，也是渡不了小天一物老哈阻止为信。在他人之手，不可不留。虽是无心无意，但若有感情，又有一丝因为。完成力量，源源不断，灌入洪泉之窟。一得一失，一失一有，所幸穷了，以至。而罗侯的灵识也在将力量传承与黄泉之后沉集天地之间。陆兄，陆兄，五军罗侯经历三段人生起落，为救世而甘愿背负十万血债，却在牺牲一切后落得众人的误解与背叛。是谁让伯君担心，是陆兄自己执着于英雄的意义，是对世人的报复，也是为牺牲的结义兄弟向历史控诉。现在天下听，又是如何断定罗修这个人已算是英雄吗？这个问题，每一个人的心中答案不同。英雄是什么？真切的答案在历史洪涛下终究无法定论，但属于天都五军的传奇却将永远流传。